哇，真的还是要再说一下，真的，因为今天这天气非常寒冷，然后我在台上唱歌其实也感受到这个温度，但是也谢谢你们跟着我一起唱歌，然后感受到你们带给我的直接的感动。然后呢，最近李玉峰在去年发行第二张专辑《爱神在之后》呢，有 follow 到 Facebook 动态的好朋友们可能会知道，李玉峰最近要客串一部3D的华剧，然后。 是，它的名字叫做《女人三十之情定水舞间》，然后呢，每一次李玉峰发行专辑都，歌曲都可以搭配到三立的华剧。那这次很荣幸，终于可以正式的演出三立的华剧。那也请大家之后呢，可以密切锁定，三立电视台的最新华剧《女人三十之情定水舞间》，然后我在里面饰演一个女主角的弟弟。那希望到时候大家会喜欢这部戏。 然后也请今天在现场的，你说什么？哦，对，我在里面的名字叫徐汉成，为什么有人知道啊？就是好 ，OK， 基本上也请大家就拿去 Facebook 搜寻李玮峰可乐的粉丝团上去帮我按赞，然后我对我来讲，其实这个粉丝团成立虽然时间不久，但是我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所有的点点滴滴，然后也谢谢所有的好朋友，每一次李玮峰发行新专辑或者新的作品，你们都给我很大的支持。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？我需要大家把你们的声音借给我，好吗？好，我先来练习一下。当我说"嘿"的时候，你们说"吼"，嘿，嘿，嘿。当我说"嘿"，你们说"吼"，嘿，嘿，嘿。我说"换你们唱"的时候，你们要唱"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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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说，我说。